去研究抓取的技巧，很喜欢抓娃娃掉落的感觉，也享受抓的过程。提问四个女生，如果以后我想出国深造，那在我们感情有稳定的这个基础下，你们会怎么办呢？搞出国几年啊？出国两年，两年算。那你介意异地恋吗？我不介意。沈阳，你在广东，然后跟在中国的和国外没有什么区别。那还是有区别的，万一不在一个时区，那就白天不懂夜的黑的问题了。没有，我很喜欢熬夜的。哦。那我很想熬夜。我很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如果在国外的话，那如果有时差问题，你会去调整这个时差去陪女朋友？还是女朋友调整时差来陪你？我会去调整，当然如果女生也愿意的话那就更好了。如果你愿意调整时差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异地恋也没什么，我会去调整，就是也是一种节目的调整。就是我不介意，就是对方去出国深造。如果说他对于自己的那个学业、心理更高的追求的话，我是认可的。最后一点时间给儿子。虽然你不介意异地恋，但我挺介意异地恋。很难，我不会找老西方劲。是需要陪伴，还有面对面的去感受，所以我可能对，